我想说，今天你证明了你自己。对，不要哭。这派对不太对。我觉得薛恩是他自己本身就很适合这种风格。rap 现在也说的就是越来越好了，然后越游刃有余。越来越清楚自己的定位，也越来越全面了。觉得在这个节目里面，就是收获的还挺多的，也还挺开心的。谢老师。很意外的是，杨超文很适合这一首歌。性感风很适合你，就是因为超文私底下是很可爱，然后话也很多，然后懵懵的这种很搞笑的这样一个人。然后刚在舞台上，因为他站在 C 位的时候跳副歌的时候，他那眼神啊还有表情，哇，天哪，杨超文，谢谢老师。因为林默是我给守护卡进来的人，可能前两次公演的风向和评价都不是特别的好，我觉得你的压力应该也很大。就是当时我有一度深深的怀疑自己。林默是 C 位嘛，但是我就是感觉没有特别的抓眼球，这一点上稍微有一点可惜。如果我没有他的话，我就没有办法走到这一步嘛，所以其实我蛮在意他的看法的。啊，当时我就想要就是一定要证明我担得起这中心位，我想让陈晓老师看得到。然后这一次我就想再去争取一次。我觉得你的压力应该也很大，但是你今天还是敢站在 C 位上面，我想说今天你证明了你自己。谢谢老师。开场的时候真的有杀到我，然后今天站在舞台上让我感受到你对舞台的热情。对，不要哭。哎呦，继续加油。谢老师。谁总能看到你真的自由了。我特别喜欢人鱼，对，好可爱，笑得可开心了。我是觉得每次人鱼唱歌就是直击我心灵的那种感觉，对，他每次一开口我都特别想流眼泪。特别感谢陈晓老师夸了我，如果他没夸我的话，我可能又连续三场没人夸我了。特别感谢陈晓老师，这次给我极大的信心。对，我看了这个电影《后来的我们》，里面有一句话我就是特别喜欢，反正大概的意思就是我们可能每个人都会有后来，但是不一定有现在站在身旁的人。我觉得可能我们也好，现在站在你们身边的队友也好，以后在人生的道路上可能不一定再会相遇了，也不知道我们每个人后来会怎么样，但是我希望大家记住现在的你们。谢谢。为了抵抗社会黑色，黑色黑色像，为了回头是恩，黑色黑色黑色。轩是从我第一场开始我就说
他真的很有特色，我一直跟旁边人说，我说薛恩一定要进，薛恩一定要进。我个人很喜欢薛恩，这个声音听起来真的特别好听，我觉得女生都会很喜欢这种声音。谢谢，谢谢老师。包括在上一场选曲的时候，薛恩一脸迷茫，我就往徐珊那边一指，他说可是我没有说过 rap 怎么办呢，就是他很迷茫。我说你相信我，后来他去了这一组，我觉得事实证明是对的，而且这是一场位置测评，你找到了你的位置。谢老师。I try to help myself to say I wonder if I get away。我觉得我们这一组是唯一一组又唱又自己作词作曲改编，然后加上跳的一组。一个舞台这样做下来挺不容易的，因为在同样的时间你们要去完成更多的工作。俊豪能作为队长就是把每一块都处理得很好，我想说俊豪就是辛苦了，希望六位少年以后继续用这种态度继续加油。一定会的，老师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我觉得小徐变自信了特别多，跟他看一眼，小徐就马上表情就好紧张，就会变脸的那种。那今天在舞台上就可能稍微有一个错了一个拍，就那种表情都特别可爱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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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永远相信，永远。然后呢，很自信，就笑着，然后继续这样跳下去。我觉得就是特别好，我觉得你要记住这种自信的感觉，对。出去了，都豁出去了。这个跳的厉害了，这个可能是目前跳的最好的。会啊，左叶，很会啊。左叶学坏了，了好多次。我真的跳的好好。对，我满眼全是他。他还是很有舞台魅力的。他们力气比上一组大，对。我也想说的就是，郭振，就是我也被你圈粉了，特别好，就是全程被你牵着走，对。小郭郭，我也被圈粉了，朕表示不服。你不要那么大声，我啥都没说。轩表示不服。吃醋了。